群经常有男的喊啊，上次是哪儿演出，一个男的坐底下，于老师，我给你生个孩子。嚯，胆儿太大了啊！吓我一跳，多冷的天哪！这跟冷有什么关系？这是冷的事儿吗？这，谢谢吧，一个无以为报啊，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凭能力吃饭。当然要感谢谦儿哥，又客气，这么多年来风里来雨里去的陪着一块儿，应该的，真的说良心话，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瞧瞧，人生难得一知己。嗨，你先等一会儿，我发自肺腑，别发自肺腑了，热热乎乎的，对对对对啊，人生难得一知己，老话了吗？啊，哪儿老话啊，叫什么一知己，一知己，对，一知己，咱俩算是知己，那错不了。何止是知己啊！啊，从小一起长大的。对了，老北京话形容我们俩这个关系啊，马小啊，马小，咱俩麻辣小龙虾是吗？就是一块长起来的，没听说过。那叫发小，发小。对了，他是法国人的小孩。对，谁呀？我是个法国人。去。所以我们俩还占便宜呢，啊，你别说了，不是，啊，发小就是一块长起来的，就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呗。对了，一块成长，哎，这是对的吧？这对，打幼儿园我们俩在一块儿啊，春天花花幼稚园，哦，我们俩在一个圈里待着呢，跟卖兜在一块儿呢，这都是卖兜的，还卖盆的呢啊！嗨，反正打小在一块儿啊。小学的时候我们俩一个班，是，当然那是二年级哦，二年级他从那个。弱智一小转过来了，我这小学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那转到我们班，我们一个班，哦，在我们班当年这就是富二代，我还富二代，全班的学生谁也没有他有钱，至于吗？那是，嗯，说句良心话，嗯，我们上学都带饭，嗯，拿饭盒带饭，对，人家上学带着他妈来，带我妈干嘛？吃奶。我都上学了还吃奶，说句良心话啊，吃奶的咱们也见过是吧？嗯，谁没吃过奶啊？那是啊，吃到一岁就断奶了，就很正常。一岁半两岁的也有啊，人家他妈也是真宠的，实话实说。哦，老太太，我不管别人，是我得给我儿子吃奶吃足蹦了啊，知道吗？我疼儿子，母乳啊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啊是最好。您让各位瞧瞧，这有这么一上一下这么长着的吗？啊，再母乳也不能这样吧？啊，翻过来呀，一前一后，你到底长哪儿？哎，啊，咱就光说，不用比划了，这个，哎，够意思吧？啊，什么够意思？嘿，给孩子喂奶，喂呗，一定让孩子吃奶，吃奶，啊，两排呀，你拿我当猪崽儿了是怎么着？反正是吃奶，吃奶就完了呗。铃儿十二点一打铃啊，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吃饭吃饭。嗯，他母亲从最后一排往前走。哦，哦，哎呦，多豪爽这么一人呢，全脱了啊，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吃饭，好家伙，他这才吃饭啊。班长，尝尝吗？什么呀？王老师，来点稀的吗？行了，别嚷了。校长，别嚷了。我至于那么客气吗？我刚。我们全校师生啊，都是吃他母亲奶长大的。哎，好，老师也跟着一块起哄。那是我们俩最好。是吗？因为在宿舍时候，我们俩在一个屋。哦，那会儿挺烦他的。怎么呢？在宿舍睡觉，怎么都睡觉了啊？啊，一打铃，一关灯。都睡觉，他听半导体，那时候只有半导体啊，听个评书啊，听个相声什么的。我喜欢曲艺，大半夜拿一半导体啊。现在孩子都没有了，嗯，现在都拿手机什么的。对，啊，我们那会儿没有半导体，嗯，他那半导体还大，这么大个，听你就搁在枕头边听呗。是啊，举着，我干嘛举着听半导体？要强，这叫什么要强？早晚我们家会有电视的。哎嗨，我打算从里边看出人来是怎么的？举着这玩意儿累呀，那是，夸，哎，嗯，掉下来了，哎呦，换谁都得砸脸上，那非砸着不可呀，也就是他，哎呦，多快，
半导体砸枕头上了，没砸着我，人掉在地上了。我躲劲儿太大了吧，我差点把我吓死。有你什么事啊？我正好睡他下铺。哦，我在上铺掉下来的是，那还不如砸脑袋上呢。这个，啪！哎呀，天天晚上一听一听一宿，是吗？转天上课冲盹儿，那就没睡觉。我那儿老师讲课，他这晃着睡，冲盹儿。嗯，我们老师挺好，是吗？数学老师就是耳朵有点背，岁数大了，说良心话，耳朵不背，非跟他急了。怎么至于吗？他有时候睡着还打呼噜呢。啊，幸亏老师听不清楚。哦，黑板上写东西。啊，他这晃悠，啊，好朋友，我得提醒他，告诉我，告诉我，别让他睡觉。你怎么提醒我？哎，啊，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这是怕我睡不瓷实啊。琴儿叫铮铮，好比那个琴弦声倒。哎，这倒了，这老师听不见也得看见啊。哇哇，睡。老师不知道，嗯，写一黑板题。哦，这写题写完了，嗯，完了，谁上来把这题写上？得，都回答一下啊！没有人出来是吧？没有人会，我可点了点名。我一瞧坏了，怎么了？用于谦的时候到了。我学习好，万一老师郭德纲你上来，我不会怎么办？那叫我呀，谦儿啊，谦儿，哎，老师让你擦黑板去啊。你损不损呢你？嗯，擦黑板去啊！这儿迷迷糊糊，嗯啊，哦，都擦了，快去啊！上去到这儿，哭，我也真实诚，老师都傻了，没见过这么胆儿大的呀！老师写了40分钟啊！啊，他擦了5分钟，哎，45分钟一节课。写完打磨打磨手，嗯，回来了，嗯，老师都愣了。那是，铃儿下课了，下课铃响了啊，老师也没法发火了，啊，下课了，没办法了啊，因为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哦，中午了，哎，老师还没来及生气呢，啊，打教室最后一排过了一位，对，啊，行了，这是送奶的来了是吗？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把老师臊的，有什么可害臊的？馋了那是，这是臊的吗？这个，走了，这赶紧走吧。俩最好，嗯，有点什么事儿都我们俩在一块儿。那是啊，经常发生这个。嗯，明天，嗯，烈士陵园，哦，扫墓，这是一个活动，敬献花环。对，所有同学，嗯，都穿校服去，那是要整齐划一嘛。哎，嗯，转天烈士陵园我们都去了。嗯。穿着学校的校服，对，还敬队礼，对，敬献花环啊！老师看着于谦儿，嗯，眼珠子都瞪出血来了。干嘛那么恨我呀？于谦儿啊，于谦儿，干嘛？我上课我说话你就没听见？我听见了。我让穿校服，对，谁让你披麻戴孝呢？哎，那是理解错误。这个穿一身白校服吗？自个儿还做一番儿，嗨。我理解太透彻了，可能我还至于拿一番儿吗？我老师气得直哆嗦啊，让你爸爸来一趟。我爸爸要能来我打番儿干嘛呀？嗯嗯，这在当初叫请家长，就是请家长，叫你爸爸来一趟，真请啊。我脸都白了。有你什么事？这里我的事儿来了。我去，这事儿就别占便宜。好朋友啊，干嘛呀？他敢回家跟他父亲说吗？哦，那倒是，就得我去顶替。一推门啊，老师好。哦，我是于谦的爸爸。真敢说话，老师都快死了啊！你们真拿我当缺心眼儿的呀？那是，你是于谦的爸爸，真的，少来这套。哎，你是他爷爷啊？谁说的？老师太缺德了吧？这个，我差点我恨不得粘个胡子就笑。行了，不用配合了。老师气坏了。啊，郭德纲，你坐着别出去啊！还带于谦去，叫你爸爸去。啊，今天不来人，你不用再上课了哟，只得自己去。真急了，一会儿爷儿俩回来了。哦，这一进门，嗯，老师，我父亲来了。来了吧？老师眼泪都下来了。干嘛呀？
那是你爸爸吗？还不是吗？那是我爸爸。嗨，把他爸爸叫来干嘛呀？抡圆了给谦一大嘴巴，啪，打我。跟进来老头不好意思了，啊，别打别打，啊，我都收了人孩子20块钱了。哎呵，这学校一好人都没有感觉。哎，小学的生活其实是最美好的了啊。后来就毕业了，嗯，毕业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大相径庭。怎么呢？我跟他，我不如人家混得好。那是我聪明，我落魄了。是吗？我说句良心的话，真的就特别惭愧。你干嘛这样？还是上学不用功。是。毕业之后呢，澳洲政府请我去当顾问。这叫落魄了，嗯，我就上澳洲去工作了。哦，于老师学了那个 BB 机修理专业，有一门手艺养家糊口。有一个小遗憾，怎么呢？他还没毕业，嗯 ，BB 机毕业了。对了，我就算失业了这个。嗯，再见面是北京的一个秋天。哦，啊，街上红男绿女，车水马龙，热闹，人人混的都很好。嗯，有骑个大摩托的。哦。有开着车的，嗯，人人的状态都很好。是我孤身一人走在北京街上，你瞧瞧，穿着一双布鞋，这惨的，干嘛穿布鞋？没办法啊，我那直升飞机停得太远。但您是得穿布鞋，嗯，嗯，走着走着，迎面，谦儿就过来了。我好多年没看见于谦，啊，但是从小有这个交情，我忘不了你。那是脑子里有印象，四目相对，嗯，于谦认出来了。老同学，真是，就是你，怎么呢？你别看几年没见啊，哎呦，你真是有跟原来不一样。那是，你长了个大变样啊！你才长大变样呢，有这么说话的吗？这个书面语言啊？什么书面语言？实话实说啊，谁谁一见面，啊，哎呀，真是几年没见，大变样，这很正常。啊，是你虚着说成不成啊？几年你大变样？哎，对，我就怕这么说话的啊。留电话吧，啊，打这起咱俩不能再断了联系。那有交情啊，夜里3点就跟我联系，当天夜里3点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啊，电话响，谁？谦儿啊，啊，好，你疯了，半夜3点你来一趟，嘛呀？我说你真不嫌麻烦人，大半夜3点我睡得着着的啊，你来一趟，什么事？我说你干嘛呀？嗯，我在外头遛弯，嗯，在野地里边解手，没带纸，哎。这也麻烦人，你真坑人！你在哪儿了，嗯？我在一树林子啊。你抓把树叶，不行。怎么？松树林。哎，我差点滚了钉板，那就，嗯，去吧。啊，到那儿给他送纸啊，嗯。我说你疯了，嗯，3点多不跟家待着，嗯，他不是，跟家我夜里饿了，哦，想吃点夜宵，嗯，家里就剩一个榴莲了。那就吃榴莲怕什么？我忘了谁跟我说了，嗯，拿微波炉打一下榴莲呢，栗子味儿的，有这事儿吗？我就把榴莲搁在微波炉里边，栗子味儿的，打了5分钟，好吗？屎味儿的，哎呀，那没法不是屎味儿的。屋里实在待不了了，嗯，我自个儿出来了。我说我怎么大变样呢？那是，说你那可塑性强，什么可塑性强？哎呀，我说你真行，你出了你媳妇儿也不拦着你吗？啊，一说这个眼泪掉下来了，我就勾起伤心事儿啊。跟我一说，我都愣了啊。其实他之前就出了点变化，怎么回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跟他媳妇儿结婚的头七啊，这头七，嗯，你先等一会儿，你结婚有说头七的吗？这个第一个礼拜吗？第一个7天吗？啊，那7天可以说，你头七不像话。第一个7天啊，这行。他出去演出去了啊。本来说的不回来，突然他回来了。早回来一进门一看，那媳妇儿，嚯，嗯，描眉打鬓画的可好看了。哦，坐在床边变颜变色的。怎么了？谦儿，你怎么了？啊，媳妇说没事啊，我给你变个魔术吧。变魔术？一掀这被，走。这个一个大小伙子，在床上一丝不挂，还光着。谦儿都愣了。啊，怎么变出来的？别问了。这是手法的事儿吗？这个啊，好神奇耶，哎！什么好神奇，啊？哇，好棒哎！行了行了，我也没人可佩服了我。想了3天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还没明白呢。媳妇儿说，你要这个智力咱离婚吧。哎好，因为这离的婚感觉啊，没法跟你过了啊。说句良心话，认识你之前我也不是没交往过男朋友。哦，还有过。我交往男朋友真是够一桌麻将牌的了。好，就四个。嗯，我说的是牌。一百多人了，这个那是吃过见过。哎，行行了，那离了就离了吧。这个啊，这才离的婚啊。跟我说完之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是好朋友，嗯，这是我的小伙伴，那是我得管他。嗯，转过天来，我上家看他去。哦，我得开导开导他。你得劝劝我啊。这会儿正是愁的时候。是，来到他们家，嗯，客厅里边挂着一个大匾，上面写着一行大字，写着“天行健，君子”。自残不息。哎，我这作死呢，在家里头是。我看看他那个状态，我很烟心难受。是，自个儿坐那玩游戏呢。那也好。哎，玩那个俄罗斯方块。太老了，玩游戏。嗯。旁边放着薯片。啊。这儿放着方便面。哦。薯片要那个，不是干的那个，打火机一点就能着那种。好家伙。哎。点这个能点烟，嗯。哦。嗯，方便面不泡，嘎巴嘎巴嚼，然后水管子那喝口凉水往下送。纯粹屌丝生活。嗯，他坐那玩游戏，我坐这看着他，嗯，眼泪都快下来了。过得太难了，瞧不得。嗯，突然间吓我一跳。怎么了？我身后是电脑啊，电脑屏幕亮亮，我再一看上面一行大字，写着：“您这次开机时间1年08个月。”嚯，那我就别玩什么了，我这。当时我就起誓了啊，这个朋友我一定要管他。你这得管，因为这个货不知什么时候就死。哎，这个净吃这个没法不去。哎呀，我得劝劝他呀。嗯，我说你这也不是常事儿，嗯，啊，往开处想，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对，正说着敲门。哦，打开门一瞧，谁呀？管片的警察同志来了。他们民警找他送钱来了。给我钱？我一问我才知道，嗯，就他们小区发生了10起诈骗案。哎呦，10起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他一个人，都骗我一人，感情同样的技巧，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人，我就没上啊。这人是每天到那点过来拿一趟钱来，等于是。哎，对，我就给人送钱去了啊。人家把钱递过来，他接在手里边，谢谢警察叔叔。那是得道谢。警察走了，他还跟人家再见再见，一抬手钱掉地下了。嗨，我赶紧捡起来。嗯，我这么举着，嗯，他回头看我，嗯，你给我钱干嘛？这是，不是这钱，嗯，不是我的呀，傻了，是我的吗？嗯，那我也不知道。我一瞧这人怎么这个状态呀？对呀，这怎么了？马上的事马上忘啊！这钱是你的还是我的？我也不能瞎说呀。是啊，得了，我带你去做个亲子鉴定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朋友啊，啊，带他出去了，嗯。国营赵记亲子鉴定中心，这是亲子鉴定，听这名像卖煎饼的。这个挂号啊，进来让大夫给看看，嗯，量量体温，哎，完事儿出来，嗯，拿那单子，我说你看看单子上写着了吗？这5000块钱是你的。哦，没写。哦，这钱就是你的。我说那我就揣着了。什么你就揣着了？揣起来了。我说得了，钱不能白拿你的啊，今儿起我好好教给教给你。那也好。你的愿望是什么啊？我的愿望就是交女朋友。嚯，交无数的女朋友哟，床上弄得跟春运似的才好呢。好家伙，还带跑火车的啊。我想这孙子想瞎了心了，这是。啊，那是想瞎了心了。但是朋友之间我得管你。这能管？明天上午你去找我。哦，咱哥俩聊聊。嗯，我教你怎么交朋友也行。啊，行不行？嗯，转天早晨8点就起来找我去了。那是他开电动车。哦，哎，来到电动车这儿，哗一坐，嗯，可帅了，一给油，出去了，啪，人就摔那儿了。干嘛摔那儿了？前轱辘锁着呢。对，我也太傻了吧！我不开锁就走，又开开锁，嗯，还真能走，往前走，嗯，开着开着进胡同了，啊，胡同对面又来一开电动车的，哦，谦儿这么来，人家。这么来，对面钱儿真聪明。怎么着？你左我右分开了，啪就撞上了。这还能撞上？都告诉你的左跟他的右是一个方向。对面来的，我倒说清楚了。啪，
巧就巧在啊，两位倒那儿谁都没动。摔坏了吗？那倒不是、啊、谁起来谁赔钱。这点心眼都用这儿了。这边躺一位，嗯，钱儿躺在这边啊。幸会啊，幸会啊。还客气呢。往边来，让人过车。哎，还躲呢。万幸天气暖和。哦，四五度。零下十二。哎，好，冻上了都。俩多钟头啊。钱儿说要不然今儿咱到这儿吧。哎呵呵，别坚持了。是不是、嗯、那位也说是 啊， 啊，改天吧，改天改天改天。还改天。俩人站起来打磨打磨头。哦，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啊、年相见，后会有期。请请。什么乱七八糟的。站起来这腿都不听使唤了啊，动木了，俩神经病嘛，这不是推着电动车啊，还不如溜达着快呢。这个往前走，马路边有一个套圈的，哦，摆着一地小娃娃啊，拿圈十块钱多少，是你上那套做小买卖的、哎、他说我站这歇会儿吧。嗯、啊、套圈这老板是一大胖子，哦，大高个，拿着圈他看看人家，嗯，多少钱啊？还问价呢？十块钱，嗯，十块钱十个，哎，十块钱六个行吗？划什么价？往上划价呢？老板乐坏了，嗯，行，随便套，那是随便套，套着都是我的吗？套上就拿走，也真有这闲心。钱儿接过来了，啪，套上了吗？一下就套着三轮车上了。套人三轮车上了，过去片腿就上去了。哇，我的，这时候聪明了，胖子，你说能饶这个吗？是啊，人家也是挺客气，是吗？把签拉过来，啪啊，干嘛呀？腾，不讲，啪，打了俩钟头。嚯，论钟头算的，这都。签站起来，擦擦脸上血，还真能站起来。那车到底是不是我的？还问什么呀？还问？还缺打吗？这不是。胖子，当，这就明白了。一脚给签踹出去了啊！坐了马路边又歇了俩钟头。哎，对，这点功夫都这么耗过去了。缓过来，浑身难受啊。那是。这怎么办？一抬头，嗯，身边有棵树，树。于谦伸手抓了几把树叶，啊，搁在嘴里边。我这什么毛病啊？嗯、啊，这干嘛呢？电视剧武侠不都是吗？啊，受了伤嚼点树叶。人那是嚼树叶吗？人那是草药，嚼完了十分钟就见效果了，好了，牙疼，指不定什么树叶呢，这个牙花子痒痒，中毒，嗓子眼是木的，哎呦，心说不行，我别死在这儿啊，就是啊，套圈这胖子没打死我，嗯，树叶再咬死我，这不是背吗、啊、上车吧，还上什么车呀，上电动车，缓得差不多了啊，噔，往前走，哎呀，天都黑了，哎，对面来一卡车，哦，谦儿奔着卡车去了，砰！我干嘛迎着卡车就撞啊？天都黑了呀！啊，卡车开着灯呢。是啊，他以为是两辆摩托车呢。我这太缺心眼了吧！我想打中间穿过去。我呀，我非死在这儿不可呀！这个，躺，哎，你知我说这个多过瘾吗？哎，对，准知道你过瘾呢。这个啊，砰，怼上了。送医院吧，那是得送医院，送医院吧，知道消息我得去，你好朋友啊，看热闹去，到医院一瞧，躺在病床上呢，哦，病床墙上写一行大字，写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哎，这病房就给我开的，就是啊，聊聊吧，啊，劝劝吧，嗯，都是朋友，是小伙伴，我得管他呀，你早管我呀，哎，我没事老去，是吗？三天两头看他，慢慢慢慢就好了，嗯，因为他这个对他来说这不叫事儿啊，三天两头这样，嚯，精神状态恢复之后问我怎么能交女朋友，还没忘这茬呢，我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这改不了了是吧，那是啊，那你喜欢谁啊，嗯，我就喜欢当年咱们上学那班花，哦，还有这个，他一说这我脑袋嗡一下，怎么呢，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一班花，你他也记得最好看那女孩，是，当然那女孩学习一般，哦，蹲班溜级过来的，那不在这，比我们大十二岁，这是想当初我妈那班的班花吧，这是比我们大十大十，他四十五，你算算吧，啊，六十多了，这位，我说你现在还这么想，还这么想，好家伙，我说那你找着去呗，啊，就又认识，这么些年交情，你不用再跟人家那个多客气，慢慢发展，等不了，慢慢发展，你非死他头里不可，那我怎么办，
一进门就告诉他我很喜欢你，喜欢你一辈子了，哦，以后咱俩人就两口子了，就直接了当，一把搂住摁在墙上你就亲啊，铁石人也会答应你的，就行了，去了见面就约出来了，好，我是于谦，我想见你，你是我的班花，我的梦中女神，嚯，哎，那女神来了啊，这女神也刚让电动车摔完了，都这范儿的出来了啊！一见着于谦，哎呀，干嘛呀？谦儿啊，啊，他们都说你死了。哎嗨，我都交的什么朋友啊？这是，谦儿一把就弄住了啊！我原来就爱你，我现在我还爱你，是我跟你好，我爱你，推在墙上，摁住了就亲啊，一下就脑震荡了，哎呀好。我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我骨质疏松。哎呀，岁数太大了，六十来岁，谁受了这个啊？谦儿跑了，那是得跑啊，跑了。嗯，给我打电话是在张家口，跑张家口去了。我现在在张家口啊，我倒不是因为搬花的事儿，那是我是因为在王府井啊，看见一个女孩很漂亮。你瞧我转的倒快，我就跟她出来了，一直跟到张家口。嚯、啊！我说那好啊，那你就追吧。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已经租房了。哟。我在这租房就为了追这女孩。好啊，你有什么技巧吗？啊，我说有什么技巧啊？嗯，认识人家家吗？认识。哦，差一个路口，我在这儿租的房，路口那边他们家，我就塞着他。我说你就买个漱口的杯子，买个牙刷，啊，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蹲在家门口刷牙去吧。这有什么用啊？让街坊邻居误会你是她男朋友。嗯，时间长没人追了，早晚是你的，好吧？这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我跟你说。我就这个我还行，哎，这行，你早教我多好。嗯，一个月之后，我心想我得看看谦儿去。你是得瞧瞧我，开着我那直升飞机瞧你。嗯，行。夜里边九点来钟，嗯，落在张家口。哎呦，下了飞机一瞧，谦儿坐在马路牙子那儿正抽烟呢。哟，干嘛？形容憔悴呀，哎，头发也长，脸上都是泥，指甲缝里都是泥。不是净漱口吗？一嘴小白牙。那是漱了一多月了，嗯，坐了马路边马路牙子那儿，嗯，叼烟，啊，我这瘾够大的呀，我这，照这么着有三根就得肺癌。我这烟头都给吃了，瘾太大了。那也没吃烟头。我说你给我站起来！啊，这颓废的样子。啊，成了吗？没有。啊，就落一嘴小白眼。哎，对，就是牙好了。你跟人说了吗？嗯，我跟他说了。嗯，我来了我就跟他说了。说什么？女孩问我，嗯，你是想跟我搞对象吗？哦，我说是。嗯，人家说了，以后不要这么想了。哎嗨，带我去。你去。带我去，我帮你说这事儿去。你这还是有朋友。拐弯抹角一个路口到了啊，住那小别墅，哦啊，啪啪啪一砸门，嗯，谦儿，说说，我上，谦儿，开门，嗯，屋里女孩说话了，啊，家没人，没人说话，你看多客气，回头跟我说，嗯，家没人，咱走吧，哎，傻小子吧，这是，你真遇缺心眼儿呢啊，啊，来来来来，我来我来，啪啪啪，嗯，一开门，门打开，这女的看看我，嗯。这是正常家人吗？这个，这咱们有朋友嘛，是吧？啊，谦儿进来，跟我进来。哦，进来，一楼是一大厅，有二楼。哦，这女的进来。嗯，这人在家里穿着很简单的睡衣。哦，小睡裙儿。都睡衣了，还怎么简单？啊，这玩意儿就是短啊。啊，到短。啊，到锁骨这儿。对，到锁骨，到锁骨那不是睡衣，那就是假领子，知道吗？是你上头那在谁问你锁骨上头？我问你下头，在锁骨下头啊？还是到这儿啊？这个不是就到这儿啊？小裙子，来来来，跟我上来吧。嗯，我们俩跟人上楼。哦，二楼大沙发。嗯，往这一坐。哦，刚坐下，谦儿站起来了。啊，我可告诉你，怎么着？我刚才在马路边坐了半天了，是着凉了。嗯，我得拉屎。哎嗨，我还以为要说什么呢，这多泄气呀！没法不泄气，女的满脸嫌弃啊！你下楼吧，下楼吧，一楼那儿洗手间，快去吧，去吧。厕所，她下去了啊。二楼就是我跟这女的哦，她开了一瓶红酒，倒了两杯哦，给我一杯，她自个儿拿一杯啊啊，把蜡点着了，把灯关了，烛光，端着杯嗯，你想说什么呀？哦，
我就愣了，是，我是替朋友来的，对呀，我能说什么呢？真是，哎，三更三点入了罗帷呀，嗯，二爹娘睡觉，又把这灯来吹呀，今夜晚间敲打板，不算采花盗柳的贼呀，咱二人年纪相当，谁也不吃亏呀。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于老师在楼下正接手呢，我还接手呢。哎呀，洗手间门口贴条。啊，不要用坏了，这叫什么话呢？写这么一行字，不要用坏了。啊，把谦儿气的，那是小气鬼，真是上个厕所还不要用坏了，怎么会用坏了？拉门进去，啪，把门摔上了。用用试试。厕所漏水，漏水，水都到眉毛了，这么深的水，才想起来那行字儿、啊、差一逗号，怎么写呀、啊？不要用坏了。我琢磨琢磨再进去不行吗？我再推这门推不开了。怎么了？你想啊，它反锁上了，看不见呢、啊、又没个灯、啊、水到眉毛了，到这儿了，前儿垫着脚呼吸，喝吧，喝呀，就这一喝，喝到天亮，水量还不小。哎呀，天亮水终于到眉毛下边了，这都是喝下去的。嗯，门开了，嗯，我跟这女的出现了、哦、把她救出来。是，谦儿怎么着？这个她答应跟你交往了啊，希望你们两个幸福。你先等一会儿吧，你先等一会儿吧。啊，我这喝了一宿水，你们俩干嘛来了？唱小曲吗？啊，唱什么小曲啊？喝红酒吗？是吧？你说点正经的。这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啊，把这事儿说成谦儿很开心。是吗？两个人就开始交往吧。啊，真交往。三个月之后，这女孩怀孕了。仨月差不多，差不多。什么都差不多呀、啊？谦儿高兴啊，要娶人家，那是得娶、啊、要结婚啊，回家跟你爸爸得商量去，得说说这事。交往一女朋友，现在她有了，我们俩得结婚了。啊、对，老头想了想，嗯，是你的吗？哎，我爸爸比我还聪明呢。是你的吗？啊，那是我的。哦，那就好。哦，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哎呵，这玩意儿就别传代了，这个。结婚吧，啊，大牌宴宴啊，那是请客，请那些个朋友啊，嗯，吃饭，哦，喝酒，是庆祝啊，开心，好啊，酒席散了，嗯，大伙儿都走了，啊，谦儿送完朋友，哦，回来把门关上，一回头，哎，一瞧这媳妇儿变颜变色的，怎么还？媳妇儿你怎么了？嗯，媳妇儿乐了，啊，我给你变个魔术啊，还变魔术？你先背，你猜怎么着？你少来这套，你在里头呢，对吗？不对，那谁在里头呢？套圈那胖子啊，就去里头吧。哦，谢谢。哦。哎，谢谢吧，谢谢吧，这个热心观众啊，这挡着吗？这个看不见吧？现在看得见吗？还看得见啊？谢谢吧啊！刚才这个观众给拿了两根巨大的蜡来，哎，这是让于老师做的啊。啊，我天天做辣呢，我跟你。刚才你们唱歌了是吧？啊，花那么些钱唱这个破歌，唱完还鼓掌呢。啊，我救不了你们了啊。岳云鹏啊，岳云鹏唱这个，唱这歌，这个很卖力气。啊，话筒都湿了啊。至于湿？所以说呀，这个。至于湿到那儿去吗？你嘴里太没功夫了。挺好，嗯，岳云鹏啊，跟这个孙朱他们两个人，孙朱啊，孙岳，孙岳啊，下去休息一会儿，嗯，就是我们两个人又上来跟大伙儿聊天，是今天封箱啊，所以平时
不常说的一些个节目啊，不常演的一些个桥段啊，就都容易放在这个舞台上压箱子底儿。本来说好的节操呢也没有了。嗨，其实我们也能说那个从七点半到十二点半都是文言词的那个，我们也会也行。哎，这个激昂慷慨的我们也有哦。教人出去蓝鲸马的我们也会哦。但是想了又想，你说大过年的别跟大伙儿犯不上是吧？就是开心最好，大伙儿都是成年人。嗯，各位在每个行业里边藏龙卧虎都是能人。嗯，今天晚上坐在这儿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放松就可以了。哎，不必想太多呀，这句把我教坏了、嗯、这个动作把我带坏了。嗨，哎呀，听完德云社我学坏了、嗯、孙贼你来之前就是那个玩意儿。哎，这嗨，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就是开心、啊。哎，听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了。我只能说你想瞎了心了，那是。那可不，没的是，是不是啊、嗯？反正孩子们都很年轻，嗯，哎，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哎，慢说他们，嗯，我们哥俩也是如此，都一样啊。这马上就我快三十五了都啊。谁呀、啊？您亏心吗？说这个，啊，别闹，别闹，别闹 啊！谁跟你闹了？哎，谢谢吧，谢谢吧。啊，我这活回去了啊。谦儿哥比我大，比我大四岁、啊、是当初上学我们俩同学，嗯，同班。你那意思我蹲四年班是吗？我说两天一说上学我就特别感慨。怎么呢？我是吃着他妈的奶长大。别提这个，这上面都连着呢，是怎么着？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说句良心的话，混得最好的就是谦儿哥。哎，可不能这么说，说相声都剃我这么一个头啊。为什么呢？第一是不挡脸，第二有传统艺术的气息。哦，老，你看哪个说相声弄一脑袋菊花跟这儿、啊、菊花，我干嘛非弄这么一花啊？时尚新潮大气，也是因为您家里边趁钱。哎，咱别提钱，这是实话。包括当年说相声都不挣钱的时候，人于老板家里就家趁人值的。哦，真有钱那会儿。嗯，包括当年你看我们说相声三十一场二十一场啊，谦儿哥那会儿就成了人家拍电影拍电视剧拍广告，是很多产品请于老师做形象大变、嗯、啊。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啊、哎、别说了别说了、哎、太恶心了。哦，那应该是形象大变、啊、不好听是吧？对呀、啊、应该是形象大使。你给大伙儿解释一下有什么区别？就得这么说，这个什么叫有什么区别呀？你的口感很独特。哎呵，别提这个了。拍了多少戏了啊？最近据说有一新片子要找于老师啊。这老接戏电影《黑蛇传》，《黑蛇传》，山西煤老板投的。哎，这好，还带做广告的呢，这。啊，我这个钱不能白花。哎，对，那也把不能把蛇上盐似的啊。说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意思、啊、挺好。嗯，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当然了，现在已经很好了啊。包括在我们的帮助下，嗯，有了一个大胖小子啊。哎，用不着这事儿，有孩子用你们帮忙干嘛呀？不是，他这人玩心最大啊。那会儿我们都劝他要个孩子吧，要个孩子吧。嗯，哎，结果才要的这孩子。劝我是对，是说这个意思。嗯，跟嫂子两个人日子过得也特别的好。那倒是不错。嫂夫人，你知道多漂亮。见他媳妇头一面我就想了。你想什么呢？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您什么目的呀？这是不是啊？没有这么好的媳妇了。那是不错呀，真的啊。嗯，大门不出二门不让卖啊。不让卖啊？不是什么二门不卖？大门不出二门不卖。对，有时一出门演出，这一走走二十天走半个月啊，媳妇连门都不出啊。就这么规矩。说句良心话，现如今这个年头这样的女的没有了。嗯，不多。知三从小四德明九真董七烈，嗯，这样就没地儿找。是，谦儿也感动。我一出门半个月回家，嗯，媳妇儿你没出去遛个弯逛逛街去了没有？哎呀，没有，出去怕人说闲话。你瞧瞧，在家写毛笔字儿，哦，练字。谦儿眼泪都下来了，感动。我看看吧，啊，小楷，哦，宣纸一些写一摞，呵，看看，看着感动。嗯，每天自己拿毛笔写日记。写日记，深夜与邻居王大哥闲谈。再看这篇，清晨送李先生无语。后边儿跟赵大爷看岛国动作片。哎，行了行了，他是没出去，竟往家招人了，合着。
大家闺秀。哎，是，那净往家招人。大家闺秀啊，所以说您得对嫂子好。我还对她好。您现在在台上来说，您这艺术应该是没问题了啊，剩下就是好好过日子了。那对，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到于老师这个水平的，说句良心话，嗯，不好找。您捧我，水平之高，真是啊，亘古一人。嚯，太过了，这真捧。当然，我跟谁也这么说啊，哎，跟谁都这么说。您客气说客气，您这样的、不多见。您瞧瞧，捧哏演员，你想人家，但凡人家都好人，不就站在外头了吗？啊，对不对？为什么说认头站在桌子里边都是，是，嗯，就说这个意思，是不是？啊，什么意思？您这，您跟他们不一样。哦，哎，虽然说站在桌子里边，但是您的能力里外兼得。哦，就都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嗨，我认为啊能打满分，我还满分，甚至好多地方比我强。您太过奖，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麻木良乡各有所长。我就有自己不行的，譬如刚才孩子们跟着唱的歌，勒死我我也不会，那不至于，也照样唱，听不懂就我还。是，有时候台上我也唱歌，我那是捣乱。谁说的？您唱的歌大伙应该都听过呀。啊，你们这叫起哄，知道吗？起哄，我倒是会唱，也就两句三句啊。那老唱那个大腰在冬季都臭了街了。好，大伙爱听啊。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早先我跟齐秦关系可好了啊，现在都不来往了，毁了几代人。您我那会儿还老听那个唱片，老唱片那个歌啊，那个夜上海，夜上海，年年春天来这里。什么呀？我问燕子为什么来，燕子说夜上海，夜上海。我一唱唱好几天。那是，您这叫老歌听不腻啊。我一唱能唱唱的吐了血为止。这行了行了，啊，我还会那个呢。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哎，唯有椰林缀斜阳，哎，这是一片海蓝蓝。什么呀？就这两句啊，获得过专业人士的赞美。哪行当啊？唱二人转的。哎，这对，就是他那味儿。那叫什么来着？那歌？你唱。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哪有这词儿？就在行了，行了，别说啊，哪儿啊？啊，我爷爷小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小学老师说过。哎，这这行，算我嘴快还不成吗？所以说这玩意儿，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啊、唱歌我不行，您又客气。列位，这是行家，捧我这么半天就是让我唱，这是行家。哎呦。有人给拿词儿来，送手机呢，还送一电话来、啊、送手机，你看，什么呀？这是这个热心观众啊，怕您记不住词儿啊。然后这照片是谁啊？行了，你忘了刷牙了，在这。哇，这姑娘胆儿可够大的呀！来，于老师，您看看，人给您拿来了啊。当然，我要解释一下，于老师不是专业唱歌的，哎。哎，这个中规说相声的，您不能说按照歌唱家要求他，那叫欺负人。嗯，哎，有点小毛病。五音呢短六到七个，我还唱上俩，词儿多了记不住啊，弦儿高了够不着，那还唱什么劲呢？但是万幸，在1994年呢夏天，他在保定农村收过麦子，这挨着吗？而且还练过铅球跟铁饼，嚯！所以他胆儿大。哎，对，就剩胆儿大了，我这来吧，大伙儿都喜欢听，唱两句吧，好吗？刚才这底下这送上一词儿来，这、啊、这实在唱不了，这实在唱不了、啊、这个那、嗯、咱也别难为于老师，因为确实没戏、啊、还要吗？嗯、啊、不要了是吧？你人缘可不怎么样。这都是你带来的朋友。对啊，还给你吧。 啊这个还什么，这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亲生的朋友。来吧，于老师最擅长唱那个摇滚的歌曲是吧？这样先摇一个好吗？我再滚一个是吗？你们点，你们点，于老师什么都行。好家伙，嗯，一块红布，一无所有。行了，一无所有老唱啊，唱一块红布吧。好吧好吧，嗯，本来一无所有，现在有块红布了。哎，对，明儿回家做一裤衩去。你嗯，对，
本命年，那错不了。嗯，戴脑袋上，嗯，一块红布啊，来啊，唱几句。好啊。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谢谢谢谢，就这么几句，也没有伴奏的。这是北京各大歌厅培养出来的。谁呀？于老师唱的好，记住了，十八号。哎呀，什么是十八号？这个你打死我我也唱不了。您又客气。我给你们唱一个小曲儿吧，好吗？在乾隆年间出过一本集子，叫《白雪遗音》，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的一些个风花雪月的小曲儿小调。哦，那还挺高雅啊，是给皇上唱的啊。风花雪月，有点曲高和寡，但是我还愿意给你们唱一下啊。哦，这个很高雅啊。啊，阳春白雪。那是。小寡妇。这是皇上听的这个，皇上的品味还不如我呢，你看，啊，跟你没法比啊！我喜欢大寡妇，那是，嗯，你还有菊花头呢。来吧，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思想起多情。有一的人，我为你望山跑死马，我为你玉兔撵飞禽，眼望天涯空余恨，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啊！哎，怎么又是我？哎，这个已经十二点了，你们也不走啊？对。哦，你们就住这儿的哈，啊？哦，好吧，谢谢吧。嗯嗯。大半夜十二点还说相声，这是哪说理去啊？就是，我们仨你们大伙儿都认识。嗯，郭德纲、于谦、高峰。是，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嗯，他师傅是石富宽先生。哎，老高是范老师的学生。没错，哦，范老师。范导爱。哎，去。必须瞎说啊！必须提这句啊！大半夜的，我腻歪听这个啊。哦，嗯，大半夜怎么会腻歪听这个？哎不。您就别瞄了啊。范振玉，范先生。对，翻译成中国话是范振玉。没有，您别瞎翻译，日本话叫范导爱。哎，没有日本名字。很遗憾，三位先生都去世了，多事。我师父在呢。哎，你这人也是，你过了年再说这话，就活这几天是吗？我们仨同学，哎，打小一个班。是，高峰，你喝过他母亲的奶吗？哎，别提这。意犹未尽，你哎去，这玩意儿指不定打到谁，你知道吗？这一晃都这个岁数了，就是这会儿你说再有奶你也喝不动了啊，也不见得，嗯，啊，这是个要强的人，哎，有胃口好的，那是那是那是，就是说这个意思，打小一块儿，嗯，这是真正的发小弟兄，哎，好朋友。上学的时候，曲艺团学员班，我们仨一班，是了，那会儿老高就。就这个个头，对，我长个早一点，大高个儿，又从小人跟电杆子似的，就是他，哎，那会儿还瘦嘛。于老师小的时候又胖又矬，就这个头啊，哎，是小名叫地雷，那会儿哎又圆又胖，我们仨好交情。嗯，撒尿的时候一定要一块儿去，这叫什么交情啊？这你看课间休息了，嗯，老高，嗯，电杆子，哎，撒尿去吗？去，这就跟着。哎，谦儿，嗯，撒尿去。嗯，没有，嗨，嗯，你再控控啊，再控控，这玩意儿叫控控的，必须去。嗯，不去不是好人。嗨，哥仨一块儿，一大高个儿，一小矬胖子，跟我撒尿去。就是那会儿我管着他们俩。嗯，你孩子头。哎，上厕所撒尿，我必须站当间儿啊，一边站一个，
陪着你，哎，陪着，有尿没尿一定站着。嗨，身份嘛啊，有什么？这叫什么身份呢？这、啊、这边站一大高个，这边站一小矬胖子。嗯，这两位是我的保尿标的。哎嗨，多难说呀这话。哎，我那会儿可爱跟他们开玩笑了。嗯，尿着半截怎么样？高峰，这就愣转身尿着一裤子。你这瞎逗，你这于谦是转我这边的尿一脸。嗨。我也太矮了吧，我也不是。他一提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啊，小时候一叫他，他还答应。啊、于谦哎，全弄嘴里了。哎呀，我还跟着转脑袋呢。你就是一点不糟。为什么他现在唱歌唱这么好啊？啊，什么呀？喝尿喝的是吗？那、啊、嘴老尿性了啊。对，童子尿是药材。那是啊。行了，一晃啊，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是啊，老高也三十多了，感慨谦儿四十四五了。您听，我也快三十了。嚯、嗯！越活越年轻了，您一会儿一变，您这罐儿也养着。反正说瞎话呗啊、嗯，很开心，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难为各位这么捧我们、支持我们是啊。多说点没事，就怕你们不爱听，也怕你们累。哎，我累。哎，是啊，谁家说相声带熬夜的？你们真拿着当年三十了，这是啊？啊，这个很开心，因为相声说句良心话啊。是最简单，但是最不好干，就是啊，十二门功课，嗯，往小了说，说学逗唱拆开了十二门功课，多不容易，弄好了不容易，哎，你像老高，会打板儿啊，快板，于老师会唱歌，您听，我什么小曲小调唱戏我都得学，啊，这都是我们的功课，嗯，没有不，比如说念经，哦，可能对您来说这离着太远了，对，那念经我们都得学。天下万物万事都是我们的老师，哎，都能用得上。念经，你看，节目里能用得到。对，当然了，念经分怎么念法，嗯，有的就是念着玩，你说一乐，念完大伙知道假的。哎，我为学念经，我正经的，我下过功夫，哦，还真学过。好比说啊，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好，于老师出殡，哎，这下下，还真是大快人心。高峰啊，高峰作为一个孝子，对，啊、哎，揣嗨。我逮谁孝顺谁是吧？死了都值了。嗯，你是值了，我活得了吗？不这么说，老高出殡吧，好吗？哎，那也不行。于老师是孝子。哎，对，我们俩非得谁给谁当回儿子啊？不是，不是说这个意思，谁当谁儿子，这个并不重要。哎，重要，重要，对你来说不重要，知道吗？我怎么不重要？我丧子之痛。哎，这好，这就三代人了。我们老中青三代人物啊，什么三代人物？就好比说这儿要有一个人，你给他一念经，嗯，你会觉得这个念经这个音乐旋律这太漂亮，太好听了。咱得实际演戏。所以说你们俩抓个阄，要不你们抽签儿，甭抽签儿，我抽签儿。哎，不，别抽，别抽。他要抽你一签儿啊？啊，行了，你呀，啊，你这占便宜也占的差不多了。哎，我们站这儿也占半天，对我们不吃这个了。这有什么？你看。这没意思了，这就啊，怎么叫没意思了？我们也反抗一回嘛，对吧？这就是啊，你们俩好歹找一孝子出来，咱们热闹热闹。孝子有的是，不是快过年了这啊？快过年了就需要孝子是吗？啊，点缀一下嘛。不，我们不像，给您单找一位。你们俩不像，还有像的？哎，后头有，有比我们像的，对不对，于老师？还有专门应这活的？那是嘿，你这有这演员，给您叫上来，来吧。有吗？孝子，别喊孝子，不来了，喊孝子不来了。还好听的啊，兄弟，兄弟，你跟孝子是兄弟，没辈儿。哦，孙老师，孙老师，来来来来来来，大胖，快来，来来来来，兄弟，来来来来来，德云社最好的人，干嘛去？看我这喝不动。来来，介绍一下，孙悦，孙悦啊，相声艺术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对，孙悦啊，世家，相声世家。啊，再熬一熬你就释迦牟尼了啊！哎，没有，啊，有佛像，德云社最胖的演员，来的时候这一个桌子挡不住他，啊，哇，减肥了，那是啊，现在桌子加大，吃不下东西去啊，坐飞机买两张票，是啊，两张都靠窗户，给人堵上了，那是，窗户近，在办公室跟我聊天，我说你还不死去，真听话，推窗户就跳出去了，嚯！万幸是十七楼啊，这还万幸呢，这跳出去腾又弹回来了啊，地上一个油印儿啊，油印儿啊，现在也不行了，那是那是那是，岁数大啊，知道将你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事，回去了，别走，事儿大，那可不啊，出事儿了，
又出事了。哎，有事说事，不要影射。哎，射什么？哎，再闹我封杀了你们啊！这大年纪找不痛快啊！那郭老师这词儿熟着呢，那错不了。一疯了把你们都杀了。行行行行行，你看说着半截一搅和忘了吧？哎，咱们从说啊，人生难得一知己。从哪儿说呀？太往前倒了。啊，不往前倒了啊！我们正在探讨相声艺术。嗯，说来说去说的念经，然后我们就打这儿探讨到您的未来。哎，这跟我什么关系呢？说实话啊，孙胖子这些年艺术上非常的好，好，生活上也是风生水起，就是一切都好。喜欢他的小女孩也有不少啊，这都是想瞎了心了。哎，哎，你抨击我的粉丝？你那这，你那可不是粉丝，你那是凉皮儿。哎，哪那么宽呢？嗯，太宽了，整张的不能改刀啊。没听说。不，这你看这乐的，这都是啊，早晚封杀了你们。那是，你说点别的行不行？所以说，但是希望你是越来越好。谢谢您吧。希望你越来越好。当然了，你想好你就能好吗？是不是？怎么呢？刚才我们哥仨我们也聊天了，说来说说的你是为什么叫你上来？我是真愿意多看你一眼，真的。哎，您等会儿吧。什么叫多看我一眼？就看一眼少一眼的意思。对对对。哎，这不是什么意思？他们都觉得您可能有点小问题。不知道吧，老高，老高，你嘴太快了，你就不如现在告诉他，应该给他点破，是不是？应该，不，你不，咱别闹啊！年底有什么事说是，兄弟，兄弟，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能不往心？什么意思？嗨，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不是你不是，这您，但是现在说这个，我不什么，良心话，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真的。不是不是哥，你不是这咱们别闹行吗？哥，没跟你闹，我心窄，我说是这有什么？您告诉我，就是因为你心窄，所以我们才柔和着告诉你。你告诉我了半天，你说这没用的，什么？你说你说吧，妈，哎，老高说，老高坏，你这不嗨？哎，这事别老让我提，你来，不是你说说，你说您告诉我，告诉他得了，不是你们仨，我们算出来，您日后可能有一步劫难。就是你早晚得死，你知道？你看人家这四位出去庆祝去了，你看。一会儿听放炮。少喝，少喝啊！对对，上后台随份子来的，这是啊。不是，啊，早晚得死。就是你现在太好了，但是呢，在你身上有点灵异现象。灵异现象？对，你家有祖宗啊？对，谁家没祖宗啊？当然了，你家有祖宗，你的祖宗当初是跟着唐僧一起啊，去西天取经。您等会儿，他行二，没听说我祖宗猪八戒啊，我。反正你祖宗现在对你不满意，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给您念念经，做个法，让您顺利一些。哎，我们是为您好。对对对对对，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你们就念完经，我就能好了。你就特别好了啊！你想怎样就怎样，吃喝玩乐享不尽人间富贵，真香！你这倒霉德行，你看看啊。哎，这真的？就兄弟，就是真的。还是你对我好。那咱们开始吧，赶快啊！我们有一套制服要给孙老师穿上啊。怎么还有侯先生？侯先生，怎么还有制服呢？侯先生送制服来了啊！你看多喜庆！那看，我这哎呦，德云华府广告植入啊，德云华府，你这广告植入不合适哈。好吧，太好了，侯先生走吧。什么走啊？您跟着干嘛呀？我看看这多好玩的。你留神，打人的来。谁都有短处，你知道吗？没赶上，来吧，高老师。哎，来什么？来，看您这绣球来了。嗯，你接着了。哎，这个呀，啊，这个提前得给您说好了。哦，为什么呢？它不见得可身，啊，是不是？没关系，是个意思就行。哎，把您祖宗这个特点要彰显出来呢，您必须做点付出，好不好？这是什么？烘托气氛，没别的意思啊。哎，这个是道具，道具，兄弟。来吧，您穿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怎么穿？就是任秀，哎，过年了要穿点民族服饰。对，你看500多年过去了，还是合身。嗯，我转世，我一人搂不过来他。兄弟，你往下搂搂就搂过来了。我怕搂着不该搂的东西。那么
讨厌的。东西不全，凑合拿这当帽子吧。这就，对对对，真好，哎，大气，来，大气，哎，这什么呀？别着急，好，死俩这是。哎，老高，哎，啊，我得瞧点东西，我得。往上来这儿，哎，嘿，怎么样？一看就是红袖全肿了，泡发了，没听说过。发面的闹了义和团了，红袖全肿。特别简单，我们这是念经，这好比说这就是你祖宗在这盒里边装着呢啊。我祖宗去一圈，我祖宗，哎，别拍，在里边。我祖宗脑震荡里，哎，再搁那吧，搁那。你祖宗没脑震荡，班花脑震荡了。颠颠好开牙。这好比就是你祖宗那棺材，哎，我们给他不是牙口的是吧？我们给他超度啊，我们给他超度。我们仨人呢，就是你们家的长辈吧，好吗？对对对。不是，还特别大，长辈，对对对，长辈，给您帮忙来，咱们叫几个伙计一起热闹，好吧？好的，来，这还有帮，还有伙计，对，这哦，大事儿，这是，你们是个团体哈，对，你看响气都入了，对，热闹闹的啊，过年了嘛，是不是？对，你们这多喜庆，就你这身制服绝对诱惑，我告诉你吧，改制服诱惑，诱惑，哎，念经您懂是吧？我们念完经，你就喊一句“祖宗，您快走吧”就行了啊。哦，就祖，就这么简单啊，不缠绕你了。对，哎，这多简单。来，好了吗？来，真灵，念经啊，念经啊，真灵是吧？你听南派的，听北派的，有什么不一样吗？都一样。那你问我干嘛？别分了，就问着玩。准备好了吗？来，跟你一块啊。来。祝你生日快乐！你给我搁下，这就别唱。你当我听不明白什么生日？多喜庆啊！这是念经，这不生日歌吗？这个，这我听得懂，知道吗？哦，听得懂啊，听得懂。嗨，你这事闹的，真是不听汉语的是吧？就，你得念那个经文，我听不懂。听着，来，对。你给我喊，英文我也懂啊。这人太难懂了。还是生日歌吗？来。道场成就，这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叹息呀，海中巨扬声号，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醒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尽管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接着接着不是接着不是僧接着。什么玩意儿呢？啦啦啦啦啦啦！我祖宗坐船来的，是吧？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两眼就泪不干，两眼就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耶。第二天来到恶呀么恶狗村呐，恶呀么恶狗村呐。许多的这个恶狗啊，真是吓死人呐、啊！我佛耶，如来耶，妈尼妈咪哄，哎呦。笑死我了！第三天来到望呀嘛望天涯，天涯呀，还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咱们俩人一条心，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呦。哎呀，真好，孝子好开心啊、嗯！祖宗丰收了，这。我这祖宗还没走呢，我这杨庄虽然传在身，这
祖国已多年为亲近，万里长城永不倒，不是千里黄河水滔滔，您这我是一张弓，战死一棵松，窝头咸菜嘛，就这一碗大碗茶，我佛爷如来爷，妈尼妈咪哄，哎呦回来吧，回来吧，天王，我才听明白啊！干嘛呢？这半天，耍着我玩呢？不怨我们，谁不怨你们？毛病出在你这儿了。什么叫出在我这儿了？你看我们这最后一收签，我佛爷如来，你得喊一句“祖宗您走吧”，才圆满。等半天你也没这句话呀？我们这都接着往下唱。对呀、啊。再给你一个机会啊！哦，赖我是吧？哎，喊这句啊！哦，我佛爷如来爷，妈尼妈咪哄，哎哎哎！祖宗您走吧！唱完了还不走？哎，得嘞，得嘞。哎，走就走。这就是开个玩笑啊，因为哟，小玩笑，帽子掉了啊。别人来也不爱来，也就是孙胖子愿意来这个，他高兴。那是前些日子跟演出部啊，递了一份申请，嗯，然后又贿赂了好多人，说我能来一穿校的吗？交了不少钱。那是你说拿人手短，我们不答应吧，显得咱不懂事似的。对呀、啊，是不是就才应了他了、嗯、啊？这个活一般人来不了，因为不像。嗯他像是嗯当然了、嗯、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希望于谦老师能扮演这个角色别介了别介了、嗯、我不像哎这都是你的粉丝、啊哎、对谢谢各位吧啊嗯这都十二点半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没有家呀还是怎么、嗯、听相声我可不能留宿列位、嗯、啊怕你们回去没法交代、嗯、你们也不能睡在北展是不是啊嗯可以、啊、逮哪儿睡哪儿是吧啊那早休息啊哎对对对哎您得陪着哎啊谢谢吧谢谢同喜同喜啊谁跟你客气同什么喜岁数大了啊这个站在台上时间长了站不住嗯不像当年似的当年于老们那会儿年轻那会儿嗯一天一宿站着没事儿哦、啊、让人捆树上了哎这那是没事儿，倒想躺下呢。今天是封箱啊、嗯，德云社部分演员都在，给他们叫出来，嗯、咱们再认识一下，好吗？好，来。因为老先生们，包括住着远的，还有明天有事儿的，我就放了他们，就回家了啊。这是现在硕果仅存这些，就是什么呀，姑娘？给根绳子。我得介绍一下因为我经常在台上说于老师爱穿钉子裤冬天穿钉子棉裤嗯今天这位观众给做一钉子棉裤嗯过年了让于老师换上吧那个刘火春刘火春上前面帮你大爷换裤子去因为在我后台最有审美观点的就是刘火春嗯这是我徒弟里边的佼佼者哎你看这状态嗯你看哪个说相声把头发留成这样大背头嗯后边的你看都甩着脚后跟了啊哎这至于那么长吗刘火春我最爱这孩子就因为这头发整齐我就说这是个严谨的人啊嗯你帮你大爷换这个肯定穿得舒服、啊、算了吧这挺喜庆的我留着吧好吧嗯人都在这是吧嗯哎哎哎放来哎哎哎站好啊你干嘛呢嗯哎我太开心了这有点哈、啊、还念经呢对对对啊来吧来吧来吧咱们人都差不多了、啊、有老先生都回去了啊剩下这有个几十人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西厢吧好吗嗯好哎人缘啊那错不了这都我儿子你知道吗来吧这个
绝对是相声世家干的，一般人不能这么愣啊。啊，侯爷可能有不认识的啊，我介绍我师弟啊，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你们就看看相声世家的这个人性啊！我告诉你们啊，来吧，咱们唱一西厢好吗？好，雷王王啊，送张郎早得中啊，状元郎西厢院呐、啊，凤求凰，愿只愿你的娘。你的娘，他的娘，谁的娘？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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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能欺负人呐！我雷老天爷呀！快搀起来吧，大年纪的，多难看这玩意儿啊！哎，行了，快起来吧。只有这儿有个麦。哎，那边打起来！我最喜欢他的头发。我得问一下，说好好的，你怎么打起来？刚才他骂我了，他。哦，你头发是怎么办？都乱成这样了。带着梳子呢。马上就好，可以了。习惯了，我给你换上吧。这也算了吧，按你这德云社多奇葩的这。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翔。问晓来谁也染双林将，总是离人泪千行。新愁唱，书林挂斜阳，十里听送一送，公子笑张郎。你要早早还乡啊，哎嗨哎嗨哟。谢谢吧。天儿也不早了哈，大半夜一会儿天亮了，再要早点也是事儿啊。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把这献给所有朋友们，提前给各位拜年了啊！春节好，列位，春节过年好，过年好。说天亲，吓我一跳啊！我以为他祖宗回来了呢。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不带你们这样的。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尽活在，野草鲜花盼着谁人？说同行亲，你们让我情何以堪？有时候不那么亲，勾心斗角好寒心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到如今。一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谢谢谢谢谢谢啊，来就来吧，还花钱真是的。哟，这还有呢啊，于老师，我接着女的接男的。你说你们来就来还买东西，嗯，这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怎么办？嗨，大年初六，嗯，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是给大伙儿拜个晚年，哎，希望各位晚年幸福。嗯啊，这叫什么话呢？都认识我们啊。嗯，我叫郭德纲。嗯，哎，无所谓了，是吧？哎，到我这怎么就无所谓了呢？于谦老师，哎，你们别老是，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倒是不错，心里有什么别扭话没地儿说去，就是跟您念叨。应该聊一聊。好哥们儿，好交情，是人生难得一只鸡。嗯，您拿我当鸡了，啊？老话嘛，咱们是知鸡朋友嘛。这没听说有知鸡朋友，那叫知己。知己朋友，对，我们打小一块长起来的，是北京话，我们俩是马小啊啊。麻辣小龙虾呀，咱俩是，就这么大起来的，叫什么？那叫发小。我们俩是发小。对了，他是法国人的小孩。谁呀？我是法国人。哎，去，老占便宜。这么多年来，一晃有十几年了，在一块儿。嗯，风里来，雨里去。哦，各中的甘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是是。谦儿哥45岁了。对，你绝对想不到啊，5年前。这是一个只有40岁的人。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啊啊！你折腾我岁数干嘛？日月穿梭催人老啊，真快！一晃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嗯，最对不起的就是您。怎么呢？老跟着我呀，这东奔西杀，南征北战，嗨，不容易。哎，应该的，无以为报。您瞧瞧，你就盼着吧。盼着什么呀？等我什么时候要当了皇上，啊，我封你当太子。哎。我盼来盼去盼来一儿子，你知道吗？便宜在后头呢。有什么便宜啊？我要当皇上，你是太子啊。啊，好东西都是你的。是啊，来一大包袱皮儿，嚯，全装在里边。啊，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后头，那藏东西的一塞。嗯，你就等着我驾崩就得了。我就等着您死。一眨眼我活到150来岁死了。嚯，这且眨眼呢，这个那是啊。我这一死，太监赶紧给你送信儿去。我是太子吗？得跟殿下说呀。是啊，大总管出来。嗯，殿下正在马路边修自行车呢。哎，殿下太子了，我修自行车去，就玩呗，是吧？我拿这挣钱啊。嗯，殿下，别弄了。是，殿下把改锥放下了啊。你瞧我拿这玩意儿，怎么的了？嗯，父皇驾崩了。嚯，你这哭吧。还哭呢？哭完赶紧奔故宫。拿东西去排队买票。哎，越说越不像话了啊！我都太子了，我进故宫还得买票。对，就不用排队了啊！这不用排队也不像话。你有月票。哎，这还不如买票呢。哎，到这儿哭我一抱啊，奔乾清宫。是，保安扶着梯子，还我自个儿上匾后头啊，大包袱皮儿够下来。哦，打开了都是你的。都什么呀？国库券呗。哎，这嗨，要那玩意儿干嘛呀？说这个意思。嗯，封太子是表达我内心的这种状态。得，那谢谢您吧。不能光封你啊。还封谁呀？封你父亲。嗯，四阿哥。嗯，他是四阿哥。封你儿子五阿哥。哎，这我们爷仨拉平了，你听见了？封你母亲圣母皇太后，太往后，还往后，一直往后。哎，出去了呢，从后门就出去了。他封你姐姐是个嬷嬷。啊，封你妹妹是个饽饽。嚯，封你哥哥韭菜盒子。嗨，封你大爷是个窝头。哎嗨，他怎么是窝头呢？眼儿大。来，这去你的，别提了。封你媳妇压寨夫人啊，又来了，皇宫里出来压寨夫人了吗？这不像话，不像话啊！你媳妇怎么能给我压寨呢？就说是送到雍和宫跟喇嘛做游戏。嘿，好嘛，还不如压寨呢。这个、去玩耍啊，别玩耍了。封娘娘也得封你啊。啊，我当娘娘。你当娘娘，咱俩人自己多好啊，是吧？我能当什么娘娘啊？我封你个嫔妃吧。看见我还嫔妃。你看甄嬛传都看过吧。啊，晴嫔婉嫔。我是什么？你是我的尿嫔。哎，我净在厕所待着了，这个一辈子干不了别的了。多好，这一宿滴滴答答功啊。哎，这嗨，
太贫了，这也玩笑说玩笑，是因为谦儿哥在我心中重如泰山。老说我呢，要不整个中国相声界念书最多的就是于老师，那是有点学问。别的人在后台玩个游戏呀，啊，聊个天喝个茶呀，是谦儿哥坐在后台必须要看书。我喜欢学习，单有一张桌子，啊，摆着书，哦，旁边是字典，嗯，在旁边是怎样查字典？嗨。我连字典都看不懂，我就别看书了。我三本一块儿看啊！哎，为了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呵哈，我这通倒腾劲儿的。当年我们就爱看，啊，爱看于老师写的东西。我经常写点小文章。他也没出版，想看他的文字到哪儿呢？有地方吗？我上过您的嫖客哦，新浪嫖客。您行，等一会儿吧。您还上过我的嫖客呢？是的。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吧？这啊，你说话很肮脏啊。废话，那不叫您说的那个啊，那叫博客，新浪博客。哦，博客是吧？啊，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你啊，嗯，大伙儿都点。怎么那么难受啊这词儿啊？什么叫都点我呀？那叫那叫点击。我就没敢说出来，哎，这嗨，咱知道合适不合适？什么合适不合适？谢谢您的坦诚。行行行，您理解错了。你老这么耿直，你们家人知道吗？哎呀，提这个嘛，理解错了。点击点有这么一词儿，点击率怎么还绿？这您跟你说不清楚了。反正那会儿老上博客看您写的东西，有。到后来博客玩的少了啊，玩微博，这个便捷呀。德云社第一个玩微博的就是于老师。我早。哎呦，坐在后台刷屏啊！我说这有什么意思？你瞧多好玩啊！自媒体，没错，跟着玩。嗯，一进后台，于老师放着一盒烟，哦，眨眼的功夫丢了。哟，哪儿去了？不知道哪个孩子开玩笑拿走了。他们好跟我斗。谦儿哥不生气，那生什么？拿手机发微博，这也发。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啊，我点给他们五分钟啊。他媳妇儿来短信，写的什么呀？对不起，这玩意儿破大案了。这个什么事儿就对不起呀？对不起，给你装烟卷装少了。嗨。这就不至于发微博了。大伙儿别往歪处想啊，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也谈不到门风最要紧。那倒是，他可不是汉族人。哦，您知道满族。对了，八旗贵胄。对，贵胄可谈不到。真的，实话实说，在旗，他满族姓，他姓叶赫那拉。嗯，以前跟西太后是一支的。嗯，皇上是爱新觉罗。对，他们家是叶赫那拉。嗨，宣统退位，取消帝制。嗯。姓爱新觉罗的都改了汉姓了。哦，改姓金。对了，北京城就是这样的。嗯，您一说姓什么，姓金，满族，可能就是爱新觉罗。有这多，他们也改了，我们也改。爱新觉罗都改了，叶赫那拉也得改。我们叫什么呀？叶赫那拉宅一个字儿，姓拉。我们瞧，我们挑这字儿，老拉家。嗨，还老拉家，还有宅子呢。还有吗？前门外前门大街，嗯，皮条胡同，是他们家的，皮条胡同，拉家，嗯，拉皮条那家儿，哥，我这才听明白了，这个，反正是个大户人家，那能不大吗？否则话，您在后台不能这么有声望，我还有什么声望啊？真的啊，这来一百个说相声的，嗯，你拿眼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于谦。这怎么能瞧出来呢？出类拔萃，带出来了吗？人中的龙凤一般呢。这真捧我。举个例子啊，啊，夏天，嗯，六月三伏，哦，这说相声到一块儿，来个背心、大裤衩，穿一拖鞋，那凉快呀。啊，拿一大半缸子跟这喝高碎，嗨，说相声。嗯，在这里边特别扎眼。嗯，有一个人穿衬衣，这位是于谦。对了，我这人严谨。六月三伏，热也得穿好了。那是职工之令，规规矩矩。哦，六月三伏，三四十度啊。于老师上身也来衬衣。哦，哎，小领的衬衣，袖扣这都系得倍儿严实。上身穿衬衣，对了，下身呢，丁字裤。哎，我怎么就下边这么热呀？勒的都喘不上气来。呵，还提高了这个。
做大了。行了，丁字裤还能喘不上气儿来啊？夏天丁字裤啊，冬天是丁字棉裤。哎，我把丁字裤都续上棉花了，你这多细致啊！啊，我这要去趟东北啊，雕钉。哎，这嗨，行了。还雕钉，这也费不了多少皮子。这个你这勒上多解刺用。嗨，他是净剩点这个了。大户人家比不了，也没什么。你还没什么呀？啊，我们跟您没法比。怎么不能比啊？举个例子来说，吃奶，于老师吃的比一般人时间都长。我断奶是晚一点。普通人家给孩子吃奶，有半岁就断了，一岁就掐奶了，也有。这就算长的了。说到农村，两三岁还有。啊，哎，但是您跟我们不一样。我吃的几岁？刚才。哎，这啊，我要不上台还作呢是吗？啊，皮儿的，说他干嘛呀？皮儿的，这事儿就是，关键跟他母亲有关系。怎么呢？那会儿老太太就说了，啊，我不管别人，嗯，我们老拉家，啊，别提老拉家了。就说老于家，老于家啊，这孩子们得疼他啊，一定给孩子吃奶，是母乳对身体是最好的了，增强抵抗力。别人挤一号我不管。您让各位瞧瞧啊，这有这么一上一下长着的吗？这个，啊，啊，这翻过来，那不还一上一下吗？脸。咱就不用比划了，行吗？您得原谅，年轻没见过。哎，这什么你？哎，老太太那会儿啊，啊，给孩子喂奶。哦，哎，喂奶，哎呦，喂奶，哎呦。哎，这两排呀、啊！您拿我当猪崽儿了，那是。一直吃奶啊，吃到上小学。我上小学还没断呢。我们俩同班啊。哦。上小学，我他二年级，他转到我们班来的。啊。他从那个智障三小那儿过来的。哎，您瞧我来这地方啊，嗯，到我们班，嗯，我们俩同桌，我坐这儿，他坐那儿，挨着，全班最后一排单有一个凳子，干嘛用啊？他母亲，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吃饭，我们都带着饭盒，嗯，他带着他妈来呀、啊，还没断呢。老太太坐了最后一排啊，中午12点铃儿一打铃，嗯，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哦，吃饭，嗯，教室最后一排他妈过来了，哎。嚯、哦！哎呦，多豪爽的人，全脱了啊！我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吃饭。嚯、哦！我爸爸来的这是。于老师这才吃饭啊。班长，尝尝吗？啊。王老师来点稀的吗？别让了。校长，别嚷了，我太客气了，我也。我们全学校教职员工啊，都是他母亲给我们喂大的。哎，好嘛，全吃到了。这是那会儿，后来大了自个儿吃东西了啊。哎，当然，这可是个吃过见过的人。这叫什么话？吃东西讲究哦。说今天喝点什么鸡汤啊？买只老母鸡来，哦，一定自己下手，在鸡胸脯这儿有一人字骨，就那叉子那块，拿手一摁。这干嘛？如果觉得摁得动，啊，可以。这是一年之内的雏鸡，拿手一摁，说这硬了，嗯，这不能再吃了，肉就老了。过了一年了，肉发柴了。对，就这么讲究。嗯，吃牛肉，给我切黄瓜条这块。黄瓜条。对，吃猪肉，嗯，要小里脊。小里脊，脊椎骨内侧有这么一条肉，嗯，那条肉是可以生吃的。嚯，他买肉卖肉都出头，哎呦，又来了，这碰着行家了。他懂啊，啊，要这条。啊，就拉这个，要5斤，嚯，这儿给他切完了，嗯，不够啊，那哪儿得了？对不起，于老师，啊，打猪头上切一块，啊，这送您不要钱，甭送我，怎么着？我不要脸啊，你才不要脸呢，我有跟人这么说话的吗？我猪脸那不要啊，你说清楚了，哎，我跟他出去吃饭，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讲究的过分，是吗？啊，这儿坐着吃饭，嗯，人家老板上菜了，哦，于老师，这您点的，嗯，啊，这是我点的撒尿牛丸是吧？啊、哦，就有这个。这里都有什么呀？嗯，有牛肉。嗯，还有呢，虾肉。嗯，你这菜叫什么名字？嗯，撒尿牛丸。对，明白了吗？是，您稍等。我等什么呀？我等5分钟啊！老板端着这个，
系着裤子就回来。哎，对，人说的是撒尿牛丸，没说老板撒尿牛丸，你知道吗？吃的讲究，那讲究。我们一块长起来的，别人不了解他，我太了解他了啊！上学宿舍我们俩一屋啊，那是晚上不睡觉听半导体。我喜欢听。现在小孩们弄 iPad 弄手机晚上睡觉啊，我们那会儿哪有啊？那早啊，半导体，半夜十二点听评书，对，拿着这你就搁枕头边就完了呗啊，非得举着，弄一半导体我干嘛还举着呀？老希望看出人来。哎，我也是瞎了心了，举着举着胳膊酸了，嗯，掉下来了。哦，长着聪明啊。怎么了？躲开了，闪身，啪，哦，半导体砸在枕头上了。没砸着脸，人掉到地上了。哎，我这闪身闪大了，这个差点没把我吓死。有你什么事啊？我睡他下铺啊，我从上铺掉下来的，合着还不如砸脸上的。这个晚上不睡觉啊，早晨上课坐那儿冲盹儿，那可不困吗？老师，我们那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啊，我挨着他坐着。哦，他这睁不开眼了。哎呦，好朋友，我能不劝他吗？你得叫我起来呀。老师那儿写着呢啊，一会儿转身回来看你睡觉怎么办？是啊，我得喊他呀，给我个信号。哎，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这是怕我睡不瓷实。蛐蛐儿叫铮铮，哎嘿，我都睡死过去了。这个很开心啊，开心。老师写完了，嗯，一回头完事儿了，一黑板都写满了题啊。那可真不少。谁上来回答一下？该解题了。没有举手的是吗？怎么办呢？我可点了啊。或点名啊。我冷汗都下来了。干嘛呀？点到我，我不会怎么办呢？你学习差，这会儿用你的时候到了。我会呀。于谦，哎，叫我别睡了，解题去。老师叫你去擦黑板。叫我擦黑板？快点啊。啊，嗯，擦黑板去。嗯，哎，啊，哎呦，真下得去手啊。老师写了44分钟，我呢他擦了1分钟。哎呀，一堂课过去了啊，打铃下课了，该下了。把老师气坏了。啥事？还没有办法惩罚你。怎么不能惩罚呀？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到中午了呢。打教室后边过来一位，我的午饭来了。行行行行，行了行了，干嘛该吃了是怎么着？童年是非常快乐的。哎，对，那是你们非常快乐的，真的挺好。他一有一惹祸，就是我替他去扛去啊。那是好朋友，这事儿经常的。老师，明天那个都得去啊，集体活动啊，烈士陵园。哦，有活动，咱们大伙儿穿着校服一块儿去，整齐划一，到那儿献个花环 啊。集体活动，记着都穿校服。好，转身都去了。我们到那儿敬队礼，拿活动吗？献花环。嗯，老师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因为什么呀？于谦，要我。我说话你没听见吗？怎么了？我让你穿校服。我穿了。谁让你披麻戴孝啊？哎，我穿一身校服出去的是吗？披麻戴孝那是校服吗？自个儿还弄一幡儿。哎，呵，我这还发挥了是怎么着？我还弄一幡儿过去，把老师气的呀。啊，让你爸爸来一趟。哎，有爸爸我打幡儿干嘛呀？说的是那个。哪个呀？这叫请家长。哎呀，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让你爸爸来一趟。哎呦，一句话说出来，嗯，我冷汗下来了。有你什么事的？有你什么事？我的活又来了。哎，好嘛，这自己找的好朋友吗？啊，推开办公室。哦，老师您好。怎么样？我是于谦的父亲。哎呀，真敢说。老师差点没气死。知道你拿我当缺心眼的。真是你还是他爸爸。你，哎，你不是他爷爷吗？哎，去，你这没够了，您这占便宜。你为什么敢这样？因为我愿意去是因为我对他们家了解。是啊，那会儿不是小孩吗？啊，老师一说家里如何如何，我能回答上来。哦，两家太熟了。是通家之好。嗯，尤其他们家这三个姐姐跟我也都不错啊。对啊，我有姐姐。三个姐姐。嗯，当初北京城上学高材生，学习好，毕业之后呢留学了。
哦，到东莞。哎，留学有留到东莞去的吗？后来就跟那儿就没回来啊。怎么呢？大姐开了个洗浴中心，啊，二姐开了个 KTV， 哦，三姐弄个美容美发，好像是，嗯，你瞧这仨买卖吧，嗯嗯嗯，挺好挺好、啊。当然了，不经常回来，那在家呢，父母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哦，他父亲特别可爱，嗯，老爷子有人见过哈，有意思。他爸爸个儿不是很高，留小平头，哦，哎。你就按你的行行行行，你就按你的形象说的我爸爸吧。他们跟我打招呼呢。跟谁打招呼？老爷子特别可爱啊。啊，我就是爱跟老头聊天。哦，可要去十回啊，啊，得有八回老头不在家。都干嘛去？出去遛弯去。啊，活动活动。上年纪人跟家待着没意思。是，没事门口公共汽车站啊，坐汽车一转转一天。嚯，老头真可爱。偷偷。尤其要是终点站，老头能美死。那就有座能坐会儿啊。哎，要是能坐在靠窗户那儿，他爸爸最高兴。要不过过风嘛。哎，开窗户是吧？啊，旁边要再坐一女的，啊，那活活没死。干嘛有聊天的啊？省着寂寞呀。哦，女的再抱一孩子，嗯，最好不过。老头都喜欢孩子，孩子别太大。多大合适？哺乳期的最好。干嘛非这岁数？老头这坐着，嗯，这来大姐抱一孩子，哦，半岁吧，啊，坐在这儿，你爸爸高兴，嗯。哎，他馋了是怎么着？哎，嗯，哎，嗯，老流氓啊，这是，话这叫这干嘛这么乐呀？孩子可爱开心呢。哦，喜欢孩子们坐车背不住就哭了。是啊，一哭人家这，哎呦别哭别哭别哭，就哄呗。你这孩子一出来就哭，在家没事儿、啊，老头很关心。是吗？饿了吧？哎。管着管不着啊！你给孩子喂奶吧。啊啊、嗯，快点吧！哎哎，行了，你跟旁边美什么呀？那得喂啊。那是，这没办法，解着扣喂孩子。嗯、啊，在家也不闹，你说出来就饿，快吃快吃快吃。嗯、啊，他爸爸挺高兴。哦，嘿，嗯，哎，孩子还真白。啊，是说孩子吗？这个。你有意思吗你啊？废话，老头干嘛呢呢？就是心地善良。这是善良吗？心地善良，有时候老劝他别出去了啊，那么大岁数了啊，就是跟家待会儿不行啊，非去。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哦，你别看我现在这状态，我嗯，大小伙子能干的事我都成。是啊，我抢个银行给你们看看。哎啊，这不是神经病吗？拿把菜刀哆了哆嗦奔银行了。哎呦，到那儿忘了干嘛来的了啊！哆了哆嗦又出来了，嘿，好嘛！人保安给送家里，老头感动坏了，是吧？给人做个锦旗，嗯、人民卫士。嗨，这不是浪的吗？这不是老头可爱，老小孩老小孩的吗？啊，全忘。当然了，他们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谦哥的夫人，啊、哦，我媳妇儿。哎呦，嫂夫人真好啊！于谦的媳妇儿、嗯，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哎，谈不到。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啊。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别瞎说啊！别瞎说，富贵人家是个歌厅，歌厅旁边那大院，她是那儿长大的。你把她说明白了好不好？有身份啊！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宦官之后，那是太监，你知道吗？那叫什么？官宦之后，官宦之后啊！他岳父是做官的，哎，蒙古国的海军司令，哎，那地方有海吗？叫海军司令。总统说了啊，多咱找着了水，当时就上任。哎好，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嗯、哎，什么话呀 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你了，那是真好。嗯啊，当然了，你有个小毛病，我觉得得改。什么毛病？挺疼媳妇儿，但是不能同着外人。怎么呢？一同外人，这大男子主义这状态就来了。嗨、哎，这老爷们都有点。来一帮朋友，我们上家就吃饭去了。啊，他媳妇儿不错。谦、嗯、儿，你抽根烟吧。哦。谦儿，你喝水，这多好啊！哎，来，再给你，去滚！哟，这不是混蛋吗？这不是，去，像个娘们似的。哎，废话，他就是娘们，知道吗？过来，媳妇，又叫。今儿来这一百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嚯、哦，跟大伙说说。说什么呀？同着大伙啊。啊。跟我结婚之前，嗯，交往过多少个男朋友？这事儿也说说。啊。把我们大伙儿臊的呀，真是的，不想听，不不不，坐着听，不是外人。哎呦，说，啊，你疯了，说这个，说呀，
啊，不白说，干嘛？说出一个来，嗯，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给钱，把这媳妇气的，100，我差你这30-50万的啊！嚯，好家伙，这得交多少男朋友啊？这个，那吃过见过？哎，这这是，别提这个。话虽如此啊，啊，同着人要这劲儿，背地里，嗯，疼媳妇疼得很过分。这我们感情好，当初还不挣钱呢，啊，给媳妇就买了一辆桑塔纳，那也不算什么桑塔纳。那会儿大伙儿还都蹬自行车、拿月票、坐公车呢。哦，早啊，买一桑塔纳，嗯，这觉着不行，哦，又攒钱买了半辆奔驰，嗯，怎么还半辆奔驰？车祸呀，撞散了那个，那干嘛用啊？前半拉能用啊，啊，回来跟这一拼，车头是奔驰，哦，车尾是桑塔纳，拿铁丝吊着一块儿，啊，他媳妇天天开着这辆奔桑啊，奔桑啊，出去就得出事儿这个。两口子这个好啊，那是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嗨，你要说20出头、17、18、19，小姑娘小小子情有可原啊，40来岁了，亲密无间，手拉手还那么好，媳妇儿也大方是吧？哎，嗯，我这牵着她出去耍猴去了是怎么？一进超市才撒手呢，啊，去干嘛？随便拿，瞧瞧，别让他们逮着啊！哎，这。我带他偷东西去了，这是我最爱跟他媳妇聊天，是吗？哎，有时候走到那个皮条胡同那儿啊，别提这皮条胡同，我一看墙上画一大白圈啊，写个拉字儿，哎哎，这都写拆字儿，没有写拉字儿，是按你们家那姓儿写的哈。好，还是拉皮条，这是谦儿哥家啊。嗯，一砸门嫂子出来了，嗯，嫂子您好啊，这多规矩，规规矩矩的。哎，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不能开玩笑。没错，嫂子您好，这就对了。嫂子大方，他说什么？死鬼，嗯，一个爱千刀的，嗯，小没良心的，嚯，你还知道来呀？哎呀，你怎么不露面的呢？嗯，对不起，我媳妇儿看得紧。这嗨，没有这么对话的啊。嫂子您挺好，挺好的。嗯，来呀，上家吃豆腐吧。啊，嗯。吃什么豆腐啊？他会炒菜，麻婆豆腐做的最好。哎，清楚了，炒菜做饭。嗯，哎呀，嫂子，您手艺真好。吃完了，谢谢您。嗯，好吃啊，好吃啊，好。嗯，吃完了啊，洗澡吧。嗯，这洗什么澡啊？啊，买的水果那个冬枣，洗点枣吃。咱能把它说清楚了不能啊？啊，你以为呢？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你吃什么冬枣啊？这人脏心烂肺，你知道吗？废话。咱们不是那个人，知道 吗？当然了，我是最近去的少啊。为什么呢？人家里边又弄着孩子，也不方便啊，是吧？你要干嘛也不方便，孩子嘛，啊，孩子小闹，他有个儿子，大伙儿都知道吧？啊，于谦的儿子。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这谁跟你客气了？人大伙儿都喊于谦的儿子叫郭小宝。我儿子能叫郭小宝吗？列位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怎么呢？做好事不留名。哎，对。这叫不留名啊，有个记号就得了啊。哪儿啊？我认为啊，嗯，有这儿子之后对你的人生有了极大的改观。哎，那还真是这样。你想啊，你要说20出头有一孩子，啊，他不往心里去，嗨，自个儿还没玩够呢，玩心大，这个就土埋都没毛的人了是吧？那就是死了，那活埋了，您这是倒着埋着吗？脑袋受伤，好嘛，拿大饼土宣，哎嗨，那就是摔一跟头啊！就喜欢孩子啊，无论到哪儿去，嗯，谦儿哥头件事就是给儿子打电话，哦，说我们今天上天津演出，这才多近呢啊！头件事还想儿子，嗯，你猜猜爸爸是谁呀？也没有我这么缺心眼儿的，孩子很配合。他说什么？是爷爷吧？嗨，俩傻小子开心呢啊！无论到哪儿去，嗯，头一件事打电话跟儿子聊天，得说话，一天3-2个钟头通一回话，就那么频繁，要不然就得死去，我就不行了。哎呦，受不得呀！啊，那回在山东，嗯，我们上济南去演出去，啊，到了酒店了，经纪人呐，啊，什么助理、工作人员都出去了，啊，于老师把门一关，嗯，开始干最重要的事，打电话，不光打电话，还有什么？哎，上厕所的同时打电话，哦，那人有三急，哎，他得方便一下，对啊，但是这点就看出来，大户人家怎么？住平房住惯了，这有什么马桶坐不惯，哦，家里都蹲便，哎，但是酒店哪有蹲便呢？是，都是马桶。嗯，于老师就得踩着马桶上头。哎呦嚯，
我这练幸亏练过杂技，哇，不容易，一不留神就摔着了。那是有要功夫、哎。那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哎，蹲那儿站稳了，踩在两边，跟这儿方便啊。方便完下来一看，啊，马桶里没东西。怎么会没东西？鞋大，都拉鞋里了，合着。这鞋也太大了，这个后来脱了鞋光脚踩，这更不那更滑了，滑呀啊！所以说就是每次都半天啊踩好了，把这手机啊搁嘴里叼着，俩手找平衡，嗯，站住了，稳了，这才解裤子，哎，蹲下来，哦，这算踏实了，行了，哎，把这事儿忘了，这手机掉马桶里边，那是鹞子翻身就下来了，哎哎，够啊！伸手进马桶里边抓着了吗？逮着手机去啊！真逮着了，这是功夫好，就在回水腕那儿，哦，掐住了，多悬呢，拿可拿不上来。怎么呢？那一共才多窄啊？啊，你这手要松着能上来下去啊？攥着手机多宽呢？嗯，上不来啊，卡那儿了，这可难受了啊！裤子吞到脚这儿啊，板柜侧身撅在马桶边上，嚯，手在里边。你瞧我这姿势多难拿呀！20分钟，门开了啊，经纪人、助理、工作人员都进来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于老师啊，是您发短信让我们救您来吗？我还发短信？忙发！我这能耐太大了吧？我这撅着光着屁，我这手机还忙发？问题你还知道谁对谁？哎，这太有能耐了。没错，这不写的吗？啊。有故障，马上来救我！哦，还带个小笑脸，哎呦，还笑脸呢，我太浪了，我这啊，这帮人都来了啊！怎么了，于老师？您这是？嗯，我说这够手机出点小障碍啊！啊，您手上来，废话啊，上来，上来不白受这罪了吗？是吧？什么叫上来？这可怎么办呢？嗯，找酒店吧。干嘛呀？一打电话，酒店全惊动了。哎呦，著名演员于谦出这么一个状况啊！酒店的总经理、董事长啊，董事长助理哦，连那个外资那方的工作人员，哎呦，各楼层的负责人关心，所有的工作人员、餐饮的、大堂的啊，100多人啊，嚯，全上来了，这是看手机呢，是看我呢？这是，啊，助理说：“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这没法解决啊，没法解决，你们上来干嘛来啊？”这都看够了吧，走吧走吧走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为看我来的，和打电话吧啊，把派出所的叫来了啊，那波人又来了啊，派出所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啊，哎，所有人都来了，哦，详细情况这怎么回事啊，记录一下，如何如何，说完了怎么办，这个我们得往上报啊，著名演员对吗，跟分局说了，哦，分局跟市局说了，是市局报省厅，哎呦，连专家组在上下500多人，他们没见过啊，那都来了啊，都排着队跟着，这帮人算过了瘾了，嗯，于老于谦，是是是，可不是我吗？是是是，于谦啊，于谦哈，哎，那个什么，那个省厅的负责人啊，哎，我这握手是握不了，对对对对，你都很关心，很关心啊，想办法吧，是吧？早想啊，人家连刑侦队都来了啊，啊，还照相呢，嚯，行了行了，嗯，于老师乐一个，我还乐一个，我乐得出来吗？我那样乐一个，哎。啊，拍完了，那个来，怎么着？王所长跟照张相，啊。哎，去，别照相了，照相就完事了。啊，后边刑侦队举着摄像机的来了。哦，还有视频，你这玩意儿，嗯，拍近的，拍近的，哪儿就拍一近的，都拍完了，这个有点完，我们处理不了这个事儿啊。那是得给下播留着。哎，再见，再见，再见，嗯，走吧，都走了。嗯，说这怎么弄啊？啊。打电话叫大夫吧，哦，对，医务叫大夫吧，医务方面啊，对，简短接说，1000多人啊，嚯，连大夫在护士在实习的都来了，那得看看，都得参观一下啊，嗯，都看吧，看吧，看完最后这有一老大夫，哦，老大夫说这其实简单，有偏方，他有主意，截肢，哎，这截肢我用你来呀，打胳膊这儿切啊，切完赶紧派人上1楼那儿等着去，嘿好。那直接把手机挡着就不好吗？啊，就反是个办法，是个办法 啊！反正你们看着安排吧。啊，都走了，大伙儿守着吧。啊，哎，也不让别人动。那是坚持了2天。2天，于老师2天跟这儿就这姿势啊？哎，我还真能坚持。那是 啊！2天之后也没吃饭啊，
胳膊瘦了，哗拿上来了。对，嘿哈，感情我谁也没用，你知道吗？把人都轰出去啊！先给儿子打电话，还打呢？关上门。嗯，喂，嗯，儿子，儿子那边接，嗯，怎么这么臭啊？哎，这都闻见了。你猜猜我是谁呀？还猜呢？猜不出来。嗯，你那边水印太大。好，我扎马桶里了。你怎么猜不出是我呢？啊，我问你。嗯。我不在家，晚上妈妈跟谁睡呀？啊，王叔叔，去你的吧！